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，可以写出《俗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。今晚金钟最高潮。好了，刚刚发生熟女的事情啦，陈心怡，对不起。以我认识的谢颖轩，现在应该在撞墙。曾蚂蚁，我的朋友，我得奖了。谢谢评审。我知道真的超级不容易的，一定是我大概知道票数差的不多，可是，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。可以写出《俗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。今晚金钟最高潮。好了，刚刚发生熟女的事情啦，陈心怡，对不起，陈心怡，对不起，剧本还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剧本的话，不可能。可以创造出一个40岁的角色。我要感谢我的对手。其实不管是《熟女》或者是《四楼天堂》，都是因为这两位女性导演，还有陈长伦导演，可以看到我不一样的特质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人生就这么奇妙。然后。今天很特别的事情是妈妈来到了现场，她带着全家大小来到了现场。团队们，谢谢你们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在背后能够让我依靠着所有的灯光摄影，所有的衣服，所有的服装道具，我一直到现在才知道，一步一步的知道你们对一个演员来讲有多么的重要。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把你们所有的名字说出来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。谢谢川哥，谢谢嘉莹，谢谢大大哥。我要谢谢的人很多，还有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前辈也在现场，谢谢他。总之，也谢谢现场的朋友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的支持台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以我认识的谢颖轩，现在应该在撞墙。